公感觉有不一样？没有新老公啊。顶多就是说 baby I miss you I love you 然后就睡。不会，根本不会想要碰什么对方啊。I know。近日，徐亚军夜会四名美女，小 S 的婚姻状态再次引发热议。她现身宣传新剧的时候，坦言和老公已经很久没有亲吻了，完全不想碰对方。两人结婚18年，夫妻俩顶多说个想你、爱你，然后就倒头睡觉。小 S 之前就曾爆料，和徐亚军已经很久没有夫妻生活。小 S 说完尴尬大笑，不过这背后也非常心酸，徐亚军多次被拍出轨，小 S 不仅不问责老公，还多次力挺，非常的卑微，甚至还传出被家暴的新闻。徐亚军被曝有私生子后，小 S 也说老公是个大好人，夫妻俩感情非常好，只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祝福他们吧。我最爱的还是我老公，麦克不是明星啊，他只是一个路人而已。你说的麦克是我老公吗？他已经郑重地宣布说，他只是一个那个，他不是明星，就是可以不用谈论到他。